还有 Adidas Originals 的服饰，马上飞起来到导演椅，换成这一刻，你在星光大道上面，你就是曾导演。曾导演你好 ，Welcome to the house。The film house of Adidas Originals。啊哈。准备时，请你来到第二个拍摄地点，就是 Adidas Originals 的 logo。请看看正中间的相机。后五秒 ，4, 3, 2, yes， 看看你的左手边 ，the camera on the left。看看你的右手边 ，the camera on the right，Adidas Originals。准备时，疯狂三连拍，第一拍。第二排，第三排，太棒了！谢谢妹子，向右边站两步。你看看正中间的照相机，黑色 T 恤 ，Adidas Original。That's our cameraman right there, Mr. Little Fish is in the house. Yeah. 再次谢谢收看。Adidas Original The Hell 三天夜的巡回电影院，这个周末在微秀影城登场了。接下来是全台巡回，8627高雄汉神巨蛋，92223台中的草屋广场。把时间交给全亚洲的电子媒体朋友们。很美吗？真的吗？我觉得今天的重点在于，我终于敢把腿露出来。因为今天其实我特别选了一个 oversize， 然后其实本来今天是要考虑要穿 legging 的，后来觉得其实有袜子，那我不如就让运动更与美丽这件事情更加结合，然后整体搭配的造型也跟时尚更有连结。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发型？我很怕我跟花轮撞头，可是没有发现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尝试，所以希望自己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样子，跟前阵子发行的专辑嘛，我爱你这样的形象，能够不要完全不一样，可是可以看见佩慈更多美丽的面相。对，会最喜欢哦，最喜欢在家里骑脚踏车，就是又可以看电视，然后又可以边运动，一举两得。对。这是不是几号啊？8月27或28吗？我可以跟大家，我可以跟大家一起过吗？我没有几个。好，对，就希望就是那天每一个人都开心的。谢谢，谢谢。谢谢曾沛慈，皮大哥，马上女神要登场，我们换一个。